小朋友们，今天呢要带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非常好玩的玩具哦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玩的是钢铁飞龙之奥特曼崛起。这里呢一共有六款三变系列，它们现在呢是机器人形态，还可以变身机械手表和恐龙形态。首先呢我们来看，这是奥特曼，我们首先呢把它变成机械手表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戴在手上面看时间。第三种形态，飞鹰形态。哇，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这样我们就变形成功了三种形态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这是红色的，首先把它变身手表，手表的形态呢非常简单。它会是什么龙呢？哇，我们来看，这是暴龙，非常残暴。绿色的机器人会变成什么呢？手表。这是三角龙，来看中间白色的。白色的是剑龙，黄色的是变速龙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看，它是有翅膀的，它的名字呢叫做翼龙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看完节目点赞订阅哦，我们下期再一起来玩，拜拜。